下来啊。然后呢，老师他说我打车就会在不明格子上，我如果生病我就要通通都要快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快的。我长大我一定要这个医生帮我打针，然后呢跟他抱怨说我有一个东西不见了，就是你害的，我一个耳机送我的角落生物的贴纸有吗？就是他害的有吗？有。所以下次我长大我就要叫他帮我打针，然后呢把他的针全部压断，然后呢再把其他，然后呢把他甩掉。